好，要搭上。好，第一个困难，第一个挑战就是要搭着肩膀原地坐下开始。你还让他往前走，他呈现45度了，呈现45度了。搭着肩膀坐着，没有办法坐着，代表你的圈圈太小，调整一下，好的，来，我们要来热身的哈，各位孩子们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听到前摇的时候呢，让同学往前拉伸前摇，推，往前推，拉个筋。后摇的时候呢，往后躺后摇。好，马上回来，不要躺太久，会睡着。左摇是往左手边左摇，啊，右摇，跟着我的节奏来前摇。后摇，左摇，右摇，帮你同学捏，再来圈圈更两，咚一，对，停，男生是捶背，不是让他内伤，我要吐。还有，看我，捶背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是练咏春拳，好不好？啊，来，咚一，双手举高。